早咱也别谁给论出妈妈是失败，就该将我把我坏亲手上定了，那是好我定还将人类够的。就算十心归问，那怕个会最告别。你跟我谈的，这回是你的朋友好干面，我贵人相助，也那不叫相嘛是该好起来。喂喂喂，话我清净和平，现在归问跟我怀亲手啊，是一刷关系拢无，唔对，有一点关系，就是夺走我可爱小兵的力量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天下你上命，我念你上强的使命。真其实你讲这句话无过分，我可是真强真命，天下的人都嘛知。是讲奇怪呢，那是破天宫叫那个白面鬼夺去，那欲界因为鬼魂合作，为什么父母重重呢？真其实鬼魂虽孤身疏通，但因其高杂心性，断不能将破天宫相手共凶，此计不宜是将薄命乎？用手将一个人性命何安逸？要哪安尼讲？那现在鬼魂一定到破损就算灭星咯。一定是当心将，不计在破损与鬼魂，尚有鬼魂先别过去，杀呀一将，苦地对攻是了不管呀。哇哈！今嘛那真济高手死拢死袂完，所以讲嘛，咱无一定拄着高手啊，拢由咱心中说嘛。咱来等到伊进入天地混动中，入阮暗母宫的时阵啊，才来出手，一摆都好好事。真吉星，你何不前去查遍鬼魂未消的势力？无问题。也唔知咱先生脑袋是否愿意陪小弟我真吉星一同调查一下究竟？好是好，但我要一把红枪。要那把红枪，我有两台，伊唔是人。啊，我错赛咯。人家爱起来。好。未歹未歹，虽然有刻骨一丝啦，但凊彩啦。你妈多年，伊毋是人爱五百公升的鸟猫，就换你。呀哈！我撤退啦。帝国修炼开，还必须大金一顿钱哦。严吗？天王帝国是咱三人共修之地，也是一位第一棋子。这四十余该子人也不得心里静静。你昨天将这个苦关帝国人陪同了。我已记恨，严哥，你为何变得急速？我已经醒悟，我今何改变？但你，贪得其身，莫不罪被救。但要不提在我让小熊海之言。我明明见悟见闻的了，我的要你修了不理，但你不过是一秒冰火的如此，我无功地可言，若我懂得自然杀人动手时候所获取机器，我自有安排，你不用再睡。
你坚持的对劲。不是，杨顿，我杨立夫妇英勇此事，不用，就此决定。这个此时之君无根本，一是鬼王。我可怜有流血有灵的狗进来，我要阻击此时回心，那你可有改观？养得兵家狗心，何今此君也在暗处观察你嫉妒。可怜兮，一定要是东吴之君。不管怎，如今杨德金是被大兵营进攻天王帝国，咱三人动手，只要一人小有分心，就会东西遭毁于你。今又如何专心修炼？势必改过其心，结合江魂东修吉林，同时让你舍准你养大的罪孽。如何罪？杀掉武林团亲，一元素。